演员挑战，在剧组零花销过一天，今天出早工，喝咖啡消肿都是在家带来的，花费零元，煮个薏米水，消肿效果叠加。早餐是剧组提供的，花费零元，免费的都很香。拿着我的水杯出工啦。拍戏有化妆师，那肯定是不用花钱的，出工剧组统一接送，花费零元。给大家揭秘一下拍戏的血，是棉花，全是这种棉花。中午餐同样都是剧组提供，非常优秀的三荤一素，花费零元。下午搞个柠檬茶喝喝，剧组有老板探班请客，花费零元。这个镜子特别好，它打开之后就是一个梳子，一梳头。收工回酒店了，我们晚上就吃今天早上剩的俩鸡蛋，花费零元。剧组统一住宿，花费零元。挑战成功。